我们看第二题，他们说哈，这两个多项式，第一个把这两个多项式的最高公因式要求是首义的，就是说领导系数是一的，把这最高公因式找出来。第二个，找出呢一组多项式 n n 啊，使得这个最高公因式哈可以写成这个样子，就写成什么呢？f 跟 g 的线性组合。好，这怎么做哈？我们用辗转相除法来把这个题，就用辗转相除法来做。我们看到 f(x) 是一哈加四加七加十，那 g 是一加五加一。好，那我们必须记住三了，因为我们要求出呢一组 n n 嘛。首先这一加四加七加四，一减是一，减二哈，减三。好，再来哈，这是一减二减三哈。这是六加四加四，再是加六，这是六减十二减十八。好，那于是多少？这是22，加上22，那这里变成多少？变成是要带22分之1。这一加一啊，然后这是负三减三嘛，减掉多少呢？22分之多少呢？三，那这是负三减三零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叫做 D prime 这 D 哈 x 呢，这个也是最高公因式。是22x 哈，x 加一啊，因为它要求首一嘛，所以我就知道哈，这 dx 哈是等于x 加一啊，它要求首一。好，那我们由哈这个最高公因式哦推出什么呢？推出这一组来，怎么推啊？现在这个等于多少？就是22哈。x 加一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是这一个了哈，这个就是 f(x) 嘛，这个是 g(x)，这 f(x) 哈，减掉多少呢？就是这一个哈，就是 f(x) 哈，减掉啥？减掉这个跟这个，这两个相加等于多少？上次等于 x 加六乘这个。减掉多少呢？x 加六，乘以这个，这个事实上是等于多少呢？事实上是等于这个 dx 哈，减掉这个，这个事实上是 fx。好，那这样我这个，f 哈就求出来，这个多少？提出来以后，f(x) 抽出来，就变成了负负得正了。x 加六加一，f(x)，再减掉多少？x 加六，g(x)。然后我现在把22啊除过来，要变成是 x 加一哈，等于多少？等于22分之1，x 加七啊。f(x) 减掉多少呢？22分之1 x 加六 g(x)。好，所以我就得到 m 哈，x 等于多少呢？22分之1 x 加七啊。那 n x 哈是等于22分之负一
加量。好，我们这个是用呢转转向出啊，反推出来的。啊，如果用其他方法的话，随便去凑的话，可能也可以凑出一组。所以是 MN 的话呢，不是唯一的一组解，不过呢，是我们呢算出来的一组解，所以这个就是答案。啊，这个哈是等于 x 加一啊，那 m 是等于这个 ，n 是等于这个，这是其中的一组解。